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非常重要的东西，羽毛布完成之后，我们要完成左转什么，一什么，二三，好，我们的身体男生左边要留在前面，留吗？对吗？不留，还是左边要转过来。你看，有天我记得你上台的时候没有来啊，这个问题就没有。好，你看羽毛不飞了，飞不上去以后，左边身体在前面。没错。好，左转一二三过来以后 ，slow 退，要走走掉。你看，我是要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位置 ，not slow 退，在这个位置 ，no it's slow 退，然后我左转四五六才能很 easy 的完成。Slow, 就保持继续走过去 ，OK。所以我记得这是我们正确的，看过来以后 ，slow, 会，我上到这个位置，让它进入到内侧，而且这个进入到内侧以后，你会发现后面的四五六你不用再去有什么动作，你只用我的右脚跟它的左脚继续移动 ，move，slow, 会 ，in the very， 你就会很好跳，不然的话。从你的身体，从你的脚，还是从你的头位，怎么样配合男生做左转？身体还有不同的意见吗？你怎么去配合男生去做左转？怎么配合？身体是必须要的，就是男生身体走，你得跟着他走，对不对？手好，还有哪里？手没看到，就是手没看到，所以手被你们忽略了，脚上走的也对。然后身上走的也对，但是这个手没有明显的看到什么，他在走。我没有明显的看到他在走，因为感觉手在走，但是我感觉我们的手会免费走。先什么送上推上去，要带女生回什么回头，所以这步是非常重要的。预备走，会，我本来是拉这个线条，我要变成拉成什么？这个线条，你看，本来是这个，我要变成这个，在第一步叫。所以男生要主动。好，这里做完了，刚刚的，好，预备走，会，那这两步呢都是这样的，这两步都是这样的，好，然后再什么？二步升起来，变成曲转语步，把女生包回来，伸回来到这个位置，明白了？然后再到这边，连续换。反正 step 做完了，预备走，会，这都是降下来的。然后脚掌踩上去，向右边转动，变成左高右低，会到这个位置上。右边高。好，第一步的时候，随着男生掉头回头，掉身体变成右低左高两步，右低左高。接下来男生抛的时候，再随着男生变成什么？右高左低，形成一个线条。来，再看一下啊。好，羽毛步结束。第一步，掉头掉身体，掉头掉身体。接下来我们要伸的过程当中，把右送上，掉头掉身体，送高位放下来，形成最后的造型。推内是进入到内侧，好走外推进入到外侧，明白了吗？刚刚到这里走微型，看 slow。会 slow 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finish 完成了，几个八开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六七八，一二三。